这件作品让人家第一个联想到就是就是艺术家的身份，他可以由一般人去扮演，然后透过一个行为。可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比较重要的是，我变成一个服务者的角色啦。欢迎光临马斯特。展件布置其实刚开始，我那时候想法其实就可能就很像说去，比如说有些情境式的幼儿园，他都会进去之前先播一段影片，然后那一段影片里面可能有一些他游戏里面内容情境，然后或者使用说明这样子。所以我那时候想说，就是那个动线就是让大家先看完影片之后，然后接下来门帘一掀开，它就是一个画室，这样好像它比较有个连贯性这样子。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之前的作品，其实它最主要讲的内容或是对象，其实都画图这件事情。然后我特别在乎就是一个绘画过程，然后会有绘画生产的过程。比如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些行为，或是穿成这鬼样子？其实我觉得多少就是一直去诠释，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讨论说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吧，或者是一个主体，它不完全是一般传统绘画，它只是一个个人对平面画布的关系这样子。大师，今天想要画点什么？老样子。大师，这是你的画纸。其实当初想法出来的时候，其实会有点担心说会不会没有人来画图，因为其实这东西其实它，因为不管是影片的内容，或者是说画室的整个空间摆设，它其实都是为了就是为了这个活动而产生的，所以当初其实会还蛮怕没有人会来。可是后来其实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因为刚好那天假日，哦，忙翻了，就突然发现，就是其实还蛮多看展的民众或是这样，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感兴趣的。这次马斯特画是当初的想法其实是，就是跟上次作品有点连结啊。上次因为其实我制作大量的画作，请别人帮我完成作品。哦，我只是希望说这次马斯特画是就是画这件事的行为对象做一个转变，就变成是说我变成，因为之前别人帮我画，然后现在就是我服务别人，就是在绘画过程当中就变成一个辅助的角色这样子，然后以我的劳力，然后还有一些展场的一些用具，还有布置或是一些方式去呈现这个画室这样子。其实我觉得我画室的功能并不是说我要教给你什么啦，而是说我觉得说可以在这中间，我透过我的服务，虽然那服务是知识化，可是其实可以在那当中，它也是一个绘画的过程。然后其实刚开始，其实我也是不太熟悉啊。然后后来慢慢的、渐渐的比较上手一点，然后就会有一个固定的方式，比如说，会先跟他讲一下规则，譬如说一个小时以内，你可以画几张画都可以啦，可是你必须留一张给我这样子，然后有颜料无限的使用这样子，然后任何需求，尽量我都可以帮你，就是解决啦，在绘画过程当中，
然后当然我会觉得说，其实当然会有一些参与的民众，就是大师们，就是他们会就问我说啊，我该怎么画就好，该怎么画。可我想说，其实既然我自己的想象啦，就是其实它是有一个主仆的关系啦，所以我不能越位，所以其实在这当中，其实我都是用建议的态度啦，我不是说你就怎么画，用就是不是用教导口吻或方式这样子吧。然后其实，在很多参与者其实可以看到出来，他们就是如何去面对，就是画图对他们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事情、啊。比如说像刚刚有一位伯伯，就是当代馆的志工，我觉得他就画他孙女嘛，然后其实，在画的当中，其实我觉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蛮需要人家听他讲话，然后每次讲蛮多之后，一大段之后就说：“哈，我乱讲话了。”我觉得还蛮可爱的、啊。然后当然也有几位印象，其实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，就是可能会跟我分享说他画面的心得、啊，或是他觉得他来这画图过程当中这个是什么这样子。大师，要不要再挑战一次看看呢？欢迎光临马斯特。大师，今天想要画点什么？大师，辛苦了。大师，怎么这么会画？大师，画下去就是哇哦！其实在这当中，就是其实我称呼服务的对象就是叫大师，然后还蛮多种反应。有些人比如说叫他一声大师，他说啊没有啦，有些人叫大师就会更开心。然后可能因为也是因为展场动线设计的关系，就是其实人来人往，然后某些大师他就会更融入他身为大师的那个情境，然后画图的样子炯炯有神，然后神来一笔这样子。大师你好 man 哈，大师你好 man 哈，大师你好 man 哈。Move your body， 大师亚比，大师亚比，偏偏大师亚比，偏偏跟我一起偏偏完成大作。大师亚比，大师亚比，偏偏大师亚比，偏偏跟我一起偏偏。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我觉得还是就是把画图这件事情做一个分享吧，然后我觉得那分享也可以当做一个艺术创作的内容。其实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就是，我只归咎说我真的还蛮喜欢画图的，可是其实我自己现在还是有在做一些平面的作品呢，可是我觉得在另一个方面或者是另外一个媒材，它可以让绘画这件事情变得更丰富、更有趣的。大师你好棒，画得真好 ，excellent。大师还满意今天的服务吗？